大家好，这是补充视频，主要目标在于补充讲解 Snip Calling、 Genotyping 模型和计算。首先简要介绍一下 Likelihood 自然的和贝叶斯方法，然后介绍早期 Mapping 程序 MAC 和处理癌症基因组的 SNV Mix 所使用的 Genotyping 模型。自然函数是统计学中一个非常常用的术语，它是统计模型参数的函数，意为给定该参数之下看到数据的概率值。自然函数在统计推断中常常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贝叶斯方法或者说贝叶斯统计则是统计学中的一大分支，一般认为和频率学派相对应。它依据贝叶斯定律把不确定的参数西塔也看作随机变量，把我们根据数据估计参数的过程转化为求该参数在给定数据以后的后延概率分布。由贝叶斯定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化为简单的公式，即后延概率分布正比于先延概率分布乘以自然函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式子里的这三项都是参数西塔的函数。这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函数的示例。如果我们反复掷一个正反面概率不相等的硬币，而每次概率是确定的，是正面向上的概率是西塔，那么反面向上的概率就是一减西塔。让我们来算一下，掷了四次硬币看到正反正正这个序列的概率，这个概率应该很容易计算，就是西塔乘以一减西塔再乘以西塔再乘以西塔，就等于西塔的三次方乘以一减西塔。学习过统计课的同学应该很容易看出来，这里使用的模型就是四次伯努利抽样的模型。在这个问题中观察到正反正正的序列就是数据 data， 然后我们计算的正是在给定该模型参数西塔的值以后看到这个数据的概率。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正面向上的概率西塔，想通过数据来估计这个参数，那么一种直观的想法就是求出让这个自然函数最大化的参数，这种方法就称为最大自然方法。具体计算方法可以是对自然函数和对这个参数西塔求导，令之等于零，然后求出这个西塔的最大自然估计值，一般写入 MLE。在这个例子中可以计算得到西塔的最大自然估计值就是3/4。如果我们只知道掷了四次硬币看到三次朝上，对于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调整相应的模型，例如使用二项分布模型，然后可以得到自然函数等于组合数4/3再乘以先前的西塔的三次方乘以一减西塔，就是4倍的西塔的三次方乘以一减西塔。这个数据在这个模型下计算西塔的最大自然估计值仍然可以得到3/4。分析 NGS 数据进行 Snip Calling 和 Genotyping 也是使用类似的思路，用一个统计模型来刻画 NGS 数据，再来估计 Genotype。实际发表的相关生物信息学工具所使用的统计模型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因此为了大家理解方便，高老师在课堂上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只考虑测错部分，在实际应用中那个模型是过度简化的。统计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依据对数据的拟合和刻画能力，以及看实际的结果的正确率等，可以自己感觉出这个模型呢对这个数据的好坏。由于实际数据中有时存在不符合经典简单模型的假设的情况，所以真实使用的模型常常会显得较为复杂，还可能涉及一些算法实现上的技术细节。大家如果对 Snip Calling、 Genotyping 所使用的统计模型和算法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这里列出的代表工具的原始文献。当然还有更多的工具我在这里并没有列出，我这里只是列出了几个我觉得可能相对容易理解，从这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模型。 MAC 是较早期的一个 Mapping 程序，
原文和补充材料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他使用的 genotyping model， 相对于其他后来的模型可能相对比较简单一些。这里就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真实的模型如何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改变。首先我们再来重述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NGS 能得到许多 reads， 贴回参考基因组后在同一个位点可能覆盖有多个 reads， 因此也就有相应有多个碱基，每个碱基都有由 base quality 衡量的测错概率，这里表示为这个 epsilon。 我们的目标是确定该位点的 genotype。 对于常见的二倍体生物来说，一个个体在一个位点的 genotype 有三种，就是一般说的 reference 纯合、杂合以及 alternative 纯合。对于一个二倍体个体来说，我们就关注测到最多的两种碱基，在这里就记为 B 和 BP， 设各测到了 K 个和 NK。 下面我们就来算各种 genotype 的 likelihood。 首先简单说一下杂合的情况，如果 genotype 是杂合，那么我们应该期望看到不少的 B 和 BP。在 base quality 足够高的时候，我们看到 K 和 NK 这个数据的波动主要就取决于这个二项抽样的波动，所以可以忽略 base quality 的影响，就直接使用参数为 0.5 和 N 的二项分布进行 model。 自然函数就是这写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那个二项分布的例子令西塔等于二分之一的一个结果。对于 genotype 是纯合，那么看到另一种 base 一定是测错产生的，如果包括前期的 PCR 实验过程的话，所以在文中定义了符号 alpha NK， 表示在 N 个碱基中恰好有 K 个测错的概率，这正是我们要求的自然函数值。如果测量得到的 base 具有相同的 base quality， 而且这个测错概率相互独立不相互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应用二项分布计算出 alpha NK， 这用这个 alpha bar NK， epsilon bar 来表示。然而据文中所说，实际的测序数据 base quality 肯定并不会全都一样，而且碱基测错的概率貌似也相互不是独立，就是说有的位点看到一个测错了以后的很可能有更多的测错。对于这个现象，文中又定义了另外一个量贝塔，表示在已知这个 N 个碱基中有超过 N 减一个测错的情况下，实际上有超过 K 个测错的这个概率。根据定义可以推导得到下面这四个式子，由前面假定测错概率都一样且相互独立的情况出发，先代入前面推出的这个关系式，利用 alpha bar 可以去定义这个 beta bar， 然后他们就假定实际的 beta 就是相应的 beta bar 的 fk 次幂，其中 fk 取值在0和1之间，然后再代入前面求出的 alpha beta 关系式，可以得到相应考虑了出错概率非独立的一个情况的这个阿尔法。这里把前面的这一块提出来定义为 CNK。 据文中说，在 FK 等于1的时候， CNK 对 epsilon bar 不敏感，而且相对于右边那项 epsilon bar 的连成项， CNK 对阿尔法 NK 的贡献比较小，因此他们就对测错概率不一样的情形进行了近似。这个 CNK 在给定 beta F 或 I 和这个 epsilon bar 的情况下是可以预先计算的。这个对测错概率不一样的情况进行近似，就是得到这个式子，其中 epsilon bar 是测错概率 epsilon 的一种加权的调和平均。测错概率的非独立性在本模型中由这个 FK 所控制，理论上它可以从数据中估计出来，
不过 Mac 使用了这个一个简单的计算式，据说表现良好。另外程序中的这个 CNK Epsilon Bar 是预先算好可以随时查询的表。另外文章说在实际数据中回跌到基因组上这个瑞子不同方向的这个瑞子表现会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实际他们在计算 likelihood 的时候是由这个最下面这个看起来相对很复杂的式子来表示的，就是区分了回贴的方向。另一种存合状态的 likelihood 的计算是类似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三种 genotype 的 likelihood 的值。如果我们还考虑到三种 genotype 的出现概率并不是均等的，比如纯合的位点数明显大于杂合位点数，所以可以再自己定一个他们这个 genotype 的先验概率，将先验概率和 likelihood 的对应的相乘，然后再归一化，就可以得到三种 genotype 的后验概率。要是写成完整的式子就比较长。以上就是 MAC 程序的靠 genotype 的主要算法。目前的 genotype 多数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求各 genotype 的贝叶斯后延概率。最后再简要介绍一下 SNVMix 所使用的模型。SNVMix 是靠癌症基因组 SNV 就是单碱基变异和 genotype 的一个工具。它使用的模型结构如右图所示。这种展示概率决定的关系的图一般称为概率图模型。首先解释一下图中的下标。I 表示基因组上的某个位点，就是位置。然后 J 表示覆盖过这个位点 I 的 read 的序号。K 表示选取哪个 genotype 的这个相应参数。在这个模型里 ,GI 的取值就是 K。再来看看模型中的节点，图中圆圈表示的是随机变量，而圆角矩形表示固定的参数。灰色的背景是可以测量到的量，而白色背景就是测量不到需要估计的隐变量。具体来说，这个 GI 就是这个 I 这个位点的 genotype， 也就是我们需要估计的最终目标。 AGI 表示在该位点 I 上的第 G 个 base，就是这第七个 base 上在这个位点的那个第七个 read 在这个位点的 base 是否是 reference 6。 QGI 是 base calling 正确的一个概率。 ZGI 表示该 read 界map 到这个位置是否是正确的一个零一变量。RGI这是 mapping 正确的一个概率，可以由测序的就是 mapping 程序得到的 map quality 给一个衡量。而这个 mu k 就是下一页会介绍的 AGI 服从的伯努利分布的一个参数。 SNVMix 中这些随机变量之间关系由这些式子所描述。它假定每个位点的 genotype GI是从一个参数为派的多点分布抽出来的样本。所谓多点分布可以参考两点分布，就是伯努利分布。两点分布是指这个随机变量有一定概率取零，一定概率取一，总共有这么两种可能的取值。而多点分布就是它有多种可能取值，例如这的这个三种 genotype 各有一定概率可以取到。这系列概率值就由参数就是这儿的向量派所指定。 SNVMix 模型中认为这个参数派不是固定的值，而是根据数据的情况有所调整。因为这个 SNVMix 是面向癌症基因组这种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作为一个不固定的参数，在贝叶斯模型中它就也是一个随机变量。要能 model 和估计这个量，就需要人为的设它的一个先验分布。于是 SNVMix 就用一个和多点分布或者说多项分布共轭的 Dirichlet 分布作为这个参数派的先验分布。这个先验分布的参数 delta 是给定的值，文中提到是1100这个向量。
接下来就是每个贴在该位点的这种理论真实，就是无法直接观测得到的碱基 AGI 的分布情况。 SNV Mix 认为它符合伯努利分布，由这个依据概率 μK 抽出 reference 6，下标 K 就是 genotype GI 的取值。简单的模型一般会认为纯合的 μ 等于0或者1，杂合的 μ 等于 0.5。 这一点在针对癌症基因组的 SNV Mix 中也被修改成依据数据给予拟合调整的随机变量。当然沿用就是同样的道理， SNV Mix 为 μ 设置了一个参数为 alpha 和 beta 的 gamma 分布作为其显眼分布。随机的态势不同，有这样三套 μ 和 alpha beta。 对于纯合的机能 type， 显眼参数 alpha 和 beta 设成一个是1000，一个是1。对于杂合， alpha 等于 beta 等于500。除了产生这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碱基 AGI 的模型之外，另一部分就是对 base calling error 和 mapping error 的进行 model。如这个式子所示， ZGI 是无法直接观察到是否回贴到正确位置的01随机变量，其显眼分布被设定为一个参数为 0.5 的伯努利分布，即显眼对是否回贴正确或错误的概率判断都是 0.5。 对于 base calling 正确的概率 QGI 进行 model， 分成以下几种情况。如果回贴不正确，那么 base calling 的正确概率它就定为 0.5。 如果回贴正确，那么 base calling 正确概率就根据理论真实碱基情况从 base quality 折算出测错概率或者测对的概率。而对于回贴正确的概率 RIG 进行 model， 也分为下面两种情况。如果真实的这个回贴不正确，那么就是 mapping quality 所显示回贴错的概率。反正如果这个真实的回贴是正确的，那么就是 mapping quality 所折算出回贴对的概率。 SNV Mix 相对就比 MAC 使用的模型更为复杂，加入了许多根据数据可以进行拟合估计不可测量的参数。估计这些隐参数的具体方法是使用 EM 算法，就是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这个算法。其核心思想就是在本次补充视频一开始讲的最大自然估计 MLE 的思想，用一种迭代做局部优化的方法寻找 likelihood 的极大值。 EM 算法是一种经典的算法，但涉及的数学背景较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搜索和学习相关资料，或者咨询统计专业的老师或同学。在本课以后的讲座中也有可能会进行更详细的介绍。以上就是本补充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谢谢。